尽是眼底说的未来寄来的信，这只飞机跑到天际，这生活一场电影。搞好，我们现在在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在上海的夜市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说这个夜市呢只有周六周天开，然后于是呢我们就冲进来了，而且刚才我们司机开去了地方，真的很烦。然后就我们就走了很久才到。张雨欣，哎，我这刘海是怎么这样长的？我今天还专门做了倒数的衣服。对，而且我们在现在里三层外三层，我们走错了。我们而且一开始呢是小钱他们到对了地方，我们到错了。我们给他们先怎么骂，说你怎么找不到我，你怎么那么差？结果发现自己的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我们刚才疯狂的骂小钱，说他开错了地方，怎么了？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们错走错了。现在很尴尬。现在很尴尬，然后我们两个长走，走了很久才过来。然后我们刚才还特别搞笑的一个，就是我们刚才我正走着呢，突然一个保安非常凶的态度，然后就说拦我，说神经病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我不好说话，而且你的声音比他粗多，你给他吓得不行，我刚才气死了，太凶了人，我就想着你，我能让你声比我粗。你这还有这样的？我们现在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走，你知道吗？仿佛排那个迪士尼，对，仿佛排迪士尼的感觉。但是我们其实在排章鱼小丸，对，就排不着，连入口都还没进去。看到吗？远处三个美女 ，Hello， 美女们 ，Hello， 走子，我们这走子，哎，我们刚才你知道吗？我们以为我们那个是镜头，就我以为我们是，结果我就狂骂你了。非要吃蛋仔，刚进来没到两秒钟，他已经选择好了自己的区域。太多人排队了，蛋仔吃感觉。太多人排队了，我们去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。那不可能的，因为我觉得不香，没有闻到那个。刚开始五秒钟，人已经不行了，被挤到这个这桌面，这碗桌面就三个小龙虾，一个都没舍得分享，都堆。刚进来五秒钟不到，人躲到这里面来了，太热了，外面人又多又热。而且现在人正进那个面条，都没来得及抓拍，没了。哈哈。我跟你记录，来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玉。然后今天我那个来上海见到了孙瑞，非常开心。然后大家都打扮得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呢，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，我们一见到就要打雷一下。警报了，就有一点尴尬。对，就很尴尬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们真的是盛装出席。对，而且我们刚刚才到。对，有很多的人，大家可能都要自赞离开了。对对对。一会儿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从来不打扮，我们从来都不打扮。看看大家热的。我们从来都不打扮，就以为为了见张玉我们才打扮。对，我也。我们是走着黑暗暗黑系。我能看得出来你们今天一个人一个的暗黑系。大家也是认真熬过到今天。今天觉得你比较酷，我们就要走酷帅路线。对。好，好的，真好，玩了，拜拜。没想到你今天第一天来。你就遇到了八到十级大暴雨，我难道是女神吗？最近我去哪儿哪儿下雨，我这次来上海就是，你知道 delay 了多久吗？ delay 了三个小时，就是因为上海下大暴雨，所以我在北京等了好久，然后我好不容易能出来了，然后又开始要下大暴雨了，是吗？跟你说，我们这已经昨天就下了雨，然后今天你来的时候是最不下雨的时候了，现在又开始下雨。天哪，上海这个天气真气人。那这些摊儿怎么办啊？这些摊儿人家都是在摊儿里，就在我们在路上。耶！朋友们，拍照啊！朋友们，上海人在拍照。张玉遇到粉丝，太火了！太火了！是我啊，这爆炸头确实是有点明显。张玉也是刚进来五秒钟，人也到这儿了。我刚刚记录过，我说我们刚进去五秒钟，人就到这儿了。我觉得我更喜欢这儿，是吧？很凉快。哎，我有句话想说。说。我觉得空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。我觉得商场才是。这些人们现在又来了。
现在我已经叫了车了，我们马上又要去转站下一站。我们到这的时间都不到五分钟，我们到这时间都不到五分钟。不到五分钟吗？五分钟就感觉了，你把这个夜市逛完了，走完了，一生都走完了，满足了吗？满意了，以后还来不？再说吧，再说吧，再约再见，下个礼拜再说，下个张玉来我们再约，下次吧，下次，不用来，对。